的晚安，就是可以带给大家很多感动，然后大家也可以找到那个你可以跟他说晚安的人。我希望一千个晚安可以带给大家很多的感动，然后大家都可以找到一个可以说晚安的人。要吗？我讲一个女主角的荒天世纪。哎，这是两难忘的爆料，难忘的场景吗？难忘的空间。其实我觉得她真的是我合作过应该是数一数二疯癫的，就是我们可以在片场，然后他会看到那些枯枝啊什么，然后从开始哦，就是可能大家不知道谁开始，就是发剪的比较漂亮的枯掉的叶子，就点燃了他对枯枝的这个热爱，然后他就越剪越粗大，就是你看看他每天拍戏，然后就看到离开那个现场的时候，有一天他就真的拖着。一棵树，他就是好像拖着一棵树叫我说你干嘛，他说没有，我就把这个捡回家。然后现在每剧组所有人只要看到枯掉，然后他会比如说我们排戏导演说先走，然后可能他们在打灯或什么，就看他从口袋里面掏出小剪刀，我说你干嘛，他说那边的花草还不错，所以昨天把那些枯掉的花草剪下来，我说好，疯癫也算是你数一数。 Thank you.